欢迎搭乘九八航空，包罗万象的世界，这里应有尽有。机长郑丽文将带您从台湾飞向全世界。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早上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丽文。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旺报》的社长黄青龙黄社长跟大家来谈中共十九大已经正式的登场了。黄社长早，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所有人都昏倒了，怎么会讲三个半小时、啊？你是讲习近平昨天的在十九大的政治工作报告？<laughs> 对呀、啊，<是>最重要的这份报告，昨天习近平在台上讲了。嗯、各位听众朋友，三个半小时，我的妈呀！有人把它统计总字数超过三万两千字。 哇，哎，怎么讲、啊？你看，因为你看你做广播，你在讲那我们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你去算，<對>三万多字要三个多小时。要啊，他讲了三个多小时，<對>他真的讲了三个多小时。嗯、<laughs> 对。 哇塞！而且中间没有上，<的>没有停下来休息。哎，大家休息一下，我去上个厕所，都没有。对呀、啊，我就说，哎、欸，他们去可以，哎、欸，可以在坐在十九大，不要说他在台上，下面的人更是都有点年纪了呢。所以、啊，他怎么习近平膀胱怎么这么强啊？不是，我有点担心的是。<laughs> 那个江泽民啊，江泽民啊，老先生。然后胡锦涛，我有看到他有中间有上个厕所。有啦，他们中间应该赶快赶快去上一次的厕所。他们刚然后也都没有中中场休息，所以说，呃，你习以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去上厕所没差，对不对？其他人应该不敢吧？不敢离座吧？不，昨天哈，大陆是你知道，全部的人哦都在看，现在。 呃，网络上还传出来各地的幼稚园啊，啊，幼稚园都停课了，小朋友一起，老师看着，当然小朋友不太懂这个东西、啊，就是啊，三个半小时都睡坏、呃呃呃，都睡了 <laughs>，都睡坏了，对。<laughs> 这个赛事是也是，这也是算是一个破天荒的哈，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说，怎么会正式报告他报告这么长？我就联想到以前卡斯楚哈，哦、卡斯楚在、哦、在在,在的国会演讲啊，<对>到那个十个小时的，也有过这样的故事，对,对,对不对？很佩服十个小时怎么讲，<对>而且听说，我不晓得那个年代的人呐、啊，我听说卡斯楚讲十个小时，整个过程大家都非常的嗨耶，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因为崇拜过度还是怎么样，怎么可能嗨十个小时啊？他處是英雄人物。 对呀、啊，他当时是这个大英雄，而且非常有魅力的那种革命分子、<对>革命家是。是的，跟他的切格瓦拉那是一对这种在浪漫年代的革命人、<对>英雄人物、啊。但是讲，讲习近平是强人的形象，他不是英雄人物，<对>这两者的确有不同，非常的不一样啊！哈、嗯，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因为这些都全部都是事先准备的，对，所以说他们怎么会怎么样的考量？哈、哦，<嘿>觉得习近平自己也决定说，他要把这些话通通都要自己一个人把它讲完讲。 三个多小时是，這是就是呃，大陆的那种体制的一个特点哈。<laughs> 其实在，在、呃、昨天的这个演讲，就是说报告之前哈，最重要的有一次就七月二十六号啊，嗯啊，那个习近平等于是在北京哈、啊，是把所有的部委的跟省市一把手哈、啊。嗯嗯 那么早去中南海开了一个会，那、嗯嗯、那个会议上的时候，他就是要跟大家先把这一些党内的精英、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些，那么呃，跟他们阐述十九大的报告，嗯、但是当时为了避免资料外泄啊，嗯、所以从头到尾不中断、不记录、不给纸笔，你只能听，嗯嗯、啊，是一个用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啊，<laughs> 那么 <laughs> 他們聽你知道你知道大陆非常重视这种，<laughs> 包括就是说集体学习。 包括逐级的这个这个这个报告，所以十九大完了之后啊，接下来各省市还会有一个，就是针对习主席在十九大的工作报告的分批学习，还会有这样的东西。他所以大陆的体制为什么大家都说他从。 上到下的贯彻哈，啊、会这么的这个这个这个彻底啊。嗯、那一个是当然它组织的严密啊，嗯、但是组织的严密是它的一个架构的本体，它的执行上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进行。而且为什么没有？ 不会流于八股呢。久了之后就变成是一个形式，欸、大家打工作衣然后大家就形式上做做的样子哈。然后其实精髓都不见了，这个、就等着结束之后大家吃饭喝酒。他现在又不准吃饭喝酒，这个 <laughs> 不，这个八不八股，我觉得 <laughs>、呃、恐怕他放在我的意思是说，嗯、就是说有些东西，当然从我们台湾人的角度来看，还是、嗯、那个语言文字，可能你会觉得很八股。我的意思就是刚刚社长说的，嗯、对，但是他不是讲完就算了，哎<对>，是要层层落实下去。 你每个人都要熟记熟背，<对>然后把里面的每个字，我跟你讲的，嗯、你能够去做到身体力行。<对>你不要以为我是演讲比赛。所以为什么他的报告，特别是我们在台湾，我们要好好去研究。 特别是他的对台的不要好研究。嗯、因为他既然上了十九大的这样的报告，就表示至少在未来几年，嗯、他的对台就是根据这个架构来进行的。所有西方媒体应该都摔倒了吧？这样想说，哎、欸，来转播一下十九大习近平演讲，怎么怎么讲不完呢、啊？讲 <laughs> 一整个早上哈、啊，所以。啊 体力很好哎，也没有看到他喝水哎，也没有看到他上厕所，因为他是讲话的人呢。其他人还可以偷偷上厕所，他走不开他很厉害有到那个他的有到这个健身房去锻炼了几天。这很厉害，这怎么对不对？站在哎，光是站在那三个半小时讲话很累很累，这是非常耗体力，所以习近平体力很惊人，至少是相当不错的。对呀，这体力、意志力更惊人，就表示说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要讲，哪里有什么呃，没有什么怎么讲。 什么人人道考量啊，或者是说要舒服啦、啊，每每天还想要过好日子啊，就是有。我觉得我的意思是他的心态就是那种要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嗯、然后非常高度的意志力，要贯彻这些所有的事情，一定要竭尽所能的把它做到的那种决心很强。我觉得用一句话，哦、他今年在那个金砖厦门的高峰会上啊，用了一句说闽南人的拼搏精神。 对，爱表价也对，對我觉得他是有这种特质。哦，他真的是这样子拼拼拼到底，他不是<對>他讲这三个半小时，不是那种啰里啰嗦、嗯、滴滴答答、老人家叨叨絮絮、废话讲一大堆，<對>那边拖的长的又又臭又长，<對>他不是这个意思，给人家的感觉不是这样，而是他哦要。 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是>每一件事情都要给我贯彻，都要给我做到。的，面向非常的广哈，哦、应该说利润也非常的宏远、啊嗯、那迟早当然也有很多华丽的呈现哈、啊。所以昨天有一个朋友看完之后说，习近平所揭露、接触的未来的中国，不管是短期、中期、长期的哈。嗯 呃，一个有一点叫做习近平的“礼运大同篇”的一个一个一个一個,一个公布了，“李运大同篇”才几个字啊？<laughs> 几个字啊？“礼运大同篇”一分钟就讲完了，<laughs> 所以你看“礼运大同篇”的那个境界是不一样。啊、不过千年前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嗯、所以说习近平是有非常非常宏大的愿景，嗯、可是他。 基本上呢，不想只是流于口号，他就是要落实。是，是的，而且方方面面全部也透露出他全力一把抓，所以所有的东西他自己讲，我讲完给你们听，没有说分给其他负责人去讲。不，当然在十八大这个场合本来就总书记的舞台了，对，他就是要去讲这个一部分哦。好，那么接下来继续的请教这个在我们现场旺报的社长黄庆龙黄社长。那么在昨天十九大，就是中共十九大，在全世界高度的瞩目。 下已经正式的登场了。好，那么请教社长，怎么样去观察第一天召开的十九大跟这一次的重要的十九大？是呃，我们知道哈，其实十九大看起来非常的呃隆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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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伟哈。嗯、哼哼但是其实它也就是三件事情了哈。嗯、哼哼这个媒体把它归纳出来，就是第一个做报告，第二个修党章，<是>第三个办选举，就三件事。哦、简单说。 也就是啊，就是中央委员啊，常委，就是,是要所谓的选举，当然也有经过内部的安排<是>讨论啊，是但是这个程序要走过嘛、啊，对，这、就是瞧好的。对，那办选举哦、啊，大概要等到正式的哈、啊，要等到他十九大结束二十四号，嗯、<哼>然后二十五号的一中全会啊，十九、嗯、大一中全会就会正式出来哈、啊，嗯、<哼>包括中央委员、中央呃政治局委员啊，包括这个常委哈、啊。 哦、那等等的哈，然后只有等到十九大结束之后，隔天才会，隔天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下个礼拜的现在哈，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常委的名单，哦、那么现在名单。 已经满天飞，已经千百种版本了，啊、千百种版本啊。啊那修党章哈、啊，它先涉的这个面向啊，其实比较多，但是大家最关注的啊，嗯、<哼>恐怕还是两个部分啊。嗯、<哼>一个就是说，会不会改成党主席制？对、嗯啊，会恢复党主席制啊。<對>那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嗯，会不会进入到党章里头去啊？因为大陆现在它的党章里头啊，它是从历届逐渐的演进啊。他们讲的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这个理论啊，再加上三个代表，就是江泽民，但是没有挂名；还有科学发展观，就是胡锦涛没有挂名哈、啊。那习近平的部分会用什么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为。 一定会放进去，嗯啊，但因为在六中全会啊，十八大六中全会已经通过了习近平核心嘛，习核心哈、啊，所以一定會放进去。但是是用什么表述的啊？这个表述哈、啊，可能有千百种样态哈、啊。但是呢，文字越短哈、啊，它的位阶越高。比如说，如果叫“习近平思想”五个字，那就是跟毛泽东，甚至还超过邓小平理论，因为思想超过理论。 的层次啊，但是如果说是变成习近平系列治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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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话，哦、那它的位置就会低一点、哦、啊，有有这个这里头，我们呃看门道哈、啊，可能接下来可以留意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啊。哦、然后做报告哈、啊，最重要其实。所以说，那个社长，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说，所以可能放进去党章只是说什么习近平思想五个字而已放进去，<是>那至于思想内容是什么，另外在。 呃，对他就是常的时候不是对是那那当然那当然，他<是>不可能在党章把那个漏漏等这样，不可能在党章把三万两千字放上来嘛。他 <laughs> 当然是去概括性的哈、哦、<是>来描述啦。哦、但是呢，我刚讲的意思是说，哦、这个放进去第一个甄别它的一个重要位阶顺序哈、啊，<是>第一个是名字有没有在上头。 习近平三个字啊，因为当前面讲过，胡锦涛跟江泽民是没有摆上去的，只有毛泽东，只有毛泽东、邓小平。第二个就是说，摆上去之后的习近平后面呢是什么如果是思想，那这个位阶就非常的高那如果是一长串的形容词的话，那就会低一点。OK，好，对。那那报告的话，哈，其实呃，十九大有非常非常多的报告 那因为他还有各种主席团的会议啦，等等啊，但是最重要的报告当然就是昨天的习近平的。 这个政治工作报告啊，那这政治工作刚刚大大家已经讲到方方面面都有哈，那当然我们以我们台湾的角度啊，大家会特别关注的是两岸的部分，嗯啊，那昨天它的一个叙述啊，前面的部分是在回顾了哈，然后接下来是有一个展望哈，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到讲到我觉得一直等等等等到三点三个小时过了以后啊，尾巴才出现了一个大概几百字的。 谈到这个两岸的部分，oh、啊，两岸的部分呢？Oh、那今天我想和……所以其实篇幅没有占很长，呃，应该说正常，oh、应该说正常，因为历次的这个呃，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总书记的报告啊，oh、那么当中有关对台的部分大概是七百到一千字。 所以他这个比例低很多啊，八百多字啊，但他全场很长啊，以前全场啊，你讲比例，以前全场没有那么长啊。但我我现在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我不知道，没有去统计胡锦涛那个时候的报告有多少字啊，但肯定没有到习近平对啊，因为没有像习近平讲三个小时，所以说那个比例。 变小很多，内内容长度不变。我觉得应该说哈，<laughs> 这么长有两个原因哈，一个就是说，你看得出来，习近平整个报告对内对外哈，他展现出来的过去五年的中国之于世界的变化了。比如说以前哈，中国大陆。 的历代的这个领导人，他们在做报告当中，哈、嗯喔，有关中国跟世局的关系，哈、嗯喔，那个琢磨是比较浅的，因为没什么关系，因为没有太多。那现在呢，<laughs> 中国在整个市局的角色，哈、喔，那么当然也包括到就是说所谓的参与到世界跟领导世界的这一块，这个是琢磨会比较多，越来越多。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嗯 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哈、啊，其实更多的是延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方针。是，但是呢，到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年代，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等于是总结过去，接下来要翻转往未来走，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他,他昨天的他昨天的演讲，有人统计哈，呃，出现了四十七次的这个叫现代化这个词，三十五次的新时代。 嗯，新时代啊，嗯嗯嗯、那这个新时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嗯、一个一个一个表述啊。嗯嗯、那么呃，这里面他有讲到未来呃大陆的所谓的包括三大历史任务，嗯啊，这个三大历史呃任务哈、啊，大概就是讲到说叫实现现代化啊，完成统一。 还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哦嗯，后面两个部分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啊、嗯<哼>，那个所谓的促进共同发展，嗯、<哼>隐喻的一定是跟“一带一路”是有关的啊、哦嗯<哼>。那么，呃，祖国统一讲的当然是两岸关系啊、哦嗯<哼>。那现代化的部分，推进现代化呢，那是跟中国大陆本身的啊、哦，嗯、这个，呃，这个讲起来比较长，很简单的说，昨天他有一句话讲叫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啊” 已经在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嗯，哎，中国社会的一个一个主要的矛盾啊，因为过去啊，过去大陆讲说啊，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哈、啊，那么他们讲说这个啊、呃，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哈、啊、是。 从原来的这个叫做物质文明哈，嗯、<哼>那么跟这个人们的需求，嗯、<哼>对物质的需求，嗯、<哼>而整个社会生产力不能够满足它，嗯、哼哼所形成的矛盾哈，是，那所以呢，必须要发展市场经济。 嗯，来把物质的需求得到满足，所以要全面脱贫呢。对，要全面脱贫哈。哦嗯、那么呃，现在那个呃，现在他讲说，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以后啊，嗯，社会主要矛矛盾已经转化成什么呢？成说，人民日益增长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嗯<哼>，跟跟这个目前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嗯、啊，所以是公平的。 公平正义，哎，欸嗯、我我跟各位，呃、欸，我想我们谈到这里哈，顺便跟听众朋友、跟朋友解释一下，嗯、因为，呃，辩证法哈、啊、是中共的一个，嗯、他们对很多政策判断哈、啊、很重要的基础了哈，啊嗯、所以矛盾哈、啊、看起来这个词好像是 paradox，好像我们觉得说是一个、嗯、呃很不好的词哈，错、啊嗯、了。 矛盾这个词是大陆中中共的体制内啊，它决定这个政策动能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嗯、那然后呢，他们经过辩证之后，会去区分主要矛盾、嗯、次要矛盾啊。嗯嗯、我来举一个例子啊，历史上来说，嗯，呃，国共分裂以后哈、啊，嗯、那么国民党是共产党的主要矛盾，嗯、可是呢，抗日战争开始了之后啊，当时。 延安的中共就判断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嗯、<哼>国共是次要矛盾，<是>所以他们就跟当时的国民党就是要联合抗日、嗯、<哼>啊。那等到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嗯、<哼>国共矛盾又升上升为主要矛盾，嗯、<哼>所以他的策略就有调整哈。啊嗯、<哼>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 当年、啊、在你看一九五六年这个八大的时候啊，当时中共是判断，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啊，跟当时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啊。那刘少奇那个时候，所以在中国刚刚这个建四九年刚建国有一段时间，它的整个物质的生产是一直往上的哈、啊。只是到了五七年的这个第八届三中啊，毛泽东哈、啊、突然间哈、啊。 这个环境哈，嗯、提出来说，<小>这个他认为中国当时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矛盾，呵呵所以就去搞这个阶级斗争啦、啊，反右了，嗯、后来文革哈。嗯、那么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啊，嗯、从十一届六中全会。 大陆的主要的认定的矛盾都是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跟这个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嗯嗯<兼>就整体大陆的生产力不足，不足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的生活所需，需是所以必须要包括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所以人民公社要废止，<是><是>市场经济要开放啊<是>、哦，等等，要学习很多其他包括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它整个的路像都是这样子哈。嗯嗯嗯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路像经过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是>那么今天大陆经济整个已经。 上来的哈，那上来了之后，习近平对于大陆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他们整个总体的观察啊，嗯、那么认为就是说，物质的增长还是有需要，但是他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在大陆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需求。社会<是>现在需求是什么呢？其实习近平早在二零一二年、嗯、他刚刚上任的时候他就讲过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嗯哼，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说，现在不是只能吃饱而已了，而是整体的生活品质必须提升了。<对>嗯、是，所以呢，你讲的，你讲到这个重点哈、哦，嗯、所以什么叫做是美好生活的向往啊？<是>这里面可能包括什么呢？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嗯、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嗯、更舒适的居住，优美的环境，丰富的精神化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公平正义是啊，是这一些的一个一个情况哈。啊嗯、<哼>所以昨天习近平他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这个环境啊，嗯、<哼>那你看他上任以后哈、啊，从打贪，嗯、打贪某个角度是为了公平正义，嗯、当然背后也有权力的巩固了<是>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怎么样实现哈、啊，让人民的保障啊能够提升哈。嗯、<哼>那么这个保障提升，刚刚讲到说医疗，嗯、讲到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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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居住了哈。嗯、<哼>像现在的你可以看到，他现在认为环境污染。 这<对>个阶段是不能再继续了，啊、嗯<哼>哦，前面是为了那个那个经济快速起飞，为了迅速先满足物质的生活的需要。 那所以，如果从假如你是一个做事业投资的人，以及从这个报告，你应该会嗅到一个嗅觉，嗯，就是大陆接下来啊，会有很多的产业哈，包括刚前面讲到文化、教育、环保、医疗哈，嗯，等等这些的会大量的成长跟开放，啊，如果你做产业的规划的话，这是可以注意的。对啊，包括这几年，当中国大陆开始的高度的重视环保的问题之后，事实上环保的所有相关的产业都是变成是一个大家值得投资的一个。 个亮点呐、啊，是，<对>是，而且他昨天其实他也有讲到说，包括接下来很多的市场要更加的开放啊，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预期哈，嗯，啊、嗯那么习近平在、嗯、这个这个十九大过后，接下来会更多专注在这个、嗯、呃经济面哈、啊、的一个发展，而且经济面发展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哈、啊、那样子的一个叫做呃这个这个这个呃放养式的。 这个成长啊，嗯、<哼>或者野蛮成长，嗯、<哼>而是更多的是环绕在所谓的美好生活啊、嗯、<哼>这样子的一个,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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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趋势的一个底下了哈。嗯、<哼>第二个哈，我我觉得可以留意的就是说，嗯、<哼>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之后要正式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啊。嗯、<哼>那当然之前大家都一直在谈，说是王岐山呢、啊、会不会退了哈，什么等等哈。嗯 呃、欸，现在其实也有一种，黄奇山可能不会留在常委，可能会到。那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当国家监察委成立了以后，哈，中纪委的这个东大家知道，中纪委是对党的党员的一个一个一个处理啊、嗯，就考纪委员会就对了、啊。对，然后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话，是对所有的公务员哈，是、嗯哦、的的，所以公务员当然不全是党员嘛，哈、哦，是。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别了以后，哈、嗯，有人判断说，将来像双。 规这种处理哈，可能会慢慢的减少，乃至于消失。你知道大陆现在都是用，尤其一些重要的这个所谓被调查了以后，那么都是用些党的系统啊，双啊，双开啊，双开哎，双规哈，那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哈，限制他的一个行动。然后调查完党的系统，中纪委调查完之后，再交给法院去处理啊。他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相样态，对。但现将来的这个国家监察委，虽然他跟中纪委估计还是。 一套人马哈，<是>那两个招牌了哈。比如说，如果是栗战书来接这个位置的话，嗯嗯、他会不会是国家监察委的位置，再加上中纪委的书记啊？嗯，会不会是这样子？嗯嗯、但是他将来呢，因为为了要什么呢？嗯嗯、因为要让慢慢就这个跟习近平讲的公平正义也有关系啊。嗯，一所谓的从严治党，嗯，依法治国，嗯，嗯嗯啊，嗯、如果说国家监察委跟 的这个这个正式的成立哈，嗯、而且它是一个叫正国级的哈，嗯、跟国务院平行的位接，嗯、然后呢，中纪委的角色势必会往下摆，嗯、会往下摆哈，也就是说，更多的将来党还是要从严来治理啊、嗯<哼>，但是呢，国是要依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郑丽文。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是《旺报》社长黄青龙，跟大家谈现在正在进行的、全世界关注的中共十九大。昨天习近平谈话之后，当然在台湾我们还是很关注。虽然他的呃内容的长度跟历届并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哦，但是呢，呃，就习近平这次的谈话里头，怎么去观察未来的两岸关系跟里头的讯息，请教黄社长。是，呃，我想很多的两岸专家哈、哦、都有提到了这一次十九大了，习近平的。 这个政政治工作报告有关对台的部分啊，基本上还是呈现大陆一贯以来哈、啊、的对台政策的主张啊，哈，这个就是什么叫做和平发展，朝向统一啊，和平统一，对，以及一国两制哈、啊，所以其实你去把它看这八个字哈，两两个字两个字叫叫做和平啊，统一，一国两制，这还是大陆的这个政策哈、啊，基本上没有改变啊，是，那么呃。 这个以外哈、啊，你看到说这个叫做大陆的底线思维了、嗯、<哼>啊，就是说对这个政策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啊，嗯、<哼>但当中有没有一些变化哈、啊？其实是还是有的哈、啊。嗯、<哼>这个变化呃，第一个我们看到，你知道在十九大之前啊。 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讯息说法，什么五统论的，什么二零二零统一时间表时间表啦等等哈。现在现在很清楚了哈，这个习近平的报告里头是完全没有这个。其实早在那个，我怎么可能？很多的这个比较了解大陆对台政策的研究的人都知道不可能哈。对呀，因为他的五统哈，武力哈，武力不是为了统一使用，武力是为了反反独啦，他是为了反独哈。对，反分裂。对，那他这一次没有去讲这个。 不会有武力啊，事实上甚至也没有讲说我绝不放弃武力这个字眼哈，但是他出现六个不允许啊，任何，哎，六个任何就六个任何或者六个不允许啊，那么这个任何什么都不可以这样，哎，就是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分裂出去啊都不允许啊，那这个话是在呃这个呃二零一六年哈。 的十一月的时候啊，当时讲过一次啊。嗯、那么在去今年的八月建军节又讲了一次，嗯嗯、但是列入到十八大的报告哈、啊，嗯、它的意义又不同哈、啊。十九大呃，十九、啊、大对不起，嗯、所以这里面当然表达的是大陆对于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跟反台独立场是非常的明确的哈、啊。嗯嗯、那这个跟武统还是两回事，嗯、只是说反独的是清清楚楚了哈、啊。嗯嗯嗯、那么这是一个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那。<coughs> 有看得出来，它有强化一中，的力度是啊，强化一中力度表现在哪里？就是说、嗯、九二共识还是有提出来、啊，嗯、事实上九二共识出现了大概啊、呃，整个报告大概有四五次哈，啊、<是>提到九二共識，但前面会加一个，就是以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嗯、啊为核心啊的这个九二共识,二共識啊。嗯 那么，呃，这一个部分再加上他的提到了用感情的呼唤哈、啊，嗯、<哼>包括说这个两岸一家哈、啊，一家人命运共同体哈、啊，嗯、骨肉兄弟了、啊、哈、啊，嗯、心灵契合哈，嗯、那这一块加起来，你可以讲说是一个触统的一个姿态啊。嗯、<哼>但是这个触统的姿态，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啊，它没有时间表。 嗯、他没有提到时间表哈、啊，没有提到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嗯、虽然也有人解读说，所谓的这个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嗯、他这个他在报告当中提到了三个阶段，二零四九，二零四九年就是本世纪中叶啊。嗯、因为大家会推论说，那一个民主的伟大复兴怎么会是一个分裂的状态？嗯、啊，有人从这里反推了哈、啊，但至少这都还是推论，并不是扎扎实实的一个时间点的的过程哈。啊嗯、那所以。 整个来说的话呢，这个反独跟触统哈，在这一次的报告，它是它的一个主调啊。嗯、<哼>那么这个主调如果呈现在对两岸实际的影响哈，我们大概可以用这样来理解了哈。嗯、首先第一个的部分就是说。 基本上，两岸目前没有急迫，没有急迫性。嗯、<哼>我讲的没有急迫性，就是说，只要台湾不去踩红线，嗯、<哼>它是画的更清楚，嗯、<哼>它这个立场也不是第一次宣达了，嗯、<哼>啊，但是画的更清楚啊。嗯、<哼>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也看不出来，啊、呃，台湾这边会有刻意去踩红线的这种可能性啊，嗯、<哼>啊，所以大体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嗯、<哼>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的就是说。 呃，习近平现在很清楚，大陆现在接下来的做法，为什么大家会讲说他还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哈、啊？嗯、<哼>因为他在外部的一个对台湾的封锁，嗯、<哼>所谓的国际空间的这个打压哈、啊，嗯、<哼>这个可能会更强大，嗯、<哼>会更强大啊。嗯、那这个强大的原因是他把它看作是反独的一环，是他把它看作是反独的一环，不管你又是用哪一个名词哈、啊嗯、来进行的哈、啊。那那另外呢，它也有一个更软的部分哈、啊。嗯 软的更软的，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软的更软，就是他提到的这个，要让台湾，包括什么呢？包括国民待遇，嗯,嗯，哦，包括对青年的就业、求学嗯嗯啊的方便啊，那么、嗯嗯、包括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更多的开放给台湾的企业、嗯哼哼啊，那这些东西呢，它等于就是以前讲的叫做社会融合了，嗯、<哼>啊，社会融合哈、啊，那社会融，合，看你怎么去看哈、啊，如果如果把它前面这些作为哈、啊，所谓的硬的更硬軟的，软的、嗯、<哼>更软的话，嗯、<哼>那么你可以讲说它是对台湾叫做外部封锁跟内部分化。 嗯哼，啊，也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呢，分不分化，就要看说我们台湾社会怎么去面对哈、啊。那我我对我昨天听完他整个的报告之后，我的一个感觉是这样子哈、啊。第一个是不至于有武力的的利己的危险，<是>所以基本上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生存安全哈、啊，是大家不用那么恐慌，没有这个问题哈、啊。 但是有个情况就是说，两岸关系如果不能够有所突破的话，是台湾的生存也许不会有问题，嗯、但是发展会有问题。嗯，嗯就是发展的问题，嗯嗯嗯嗯、生存跟发展这两者之间，事实上如果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天生存也会变成问题。是啊，我觉得应该我们得从这个地方来思考，要怎么去应劝大陆接下来，嗯、因为。 蔡总统二十六号将会有一个正式的回应，他、嗯、<哼>在亚太基金会办的这个呃两岸交流三十周年回顾前瞻研讨会上<是>会有正式的回应。我觉得这个回应至少在目前来讲是很重要的。嗯哼，好，所以说呃，基本上我很同意刚刚这个黄青龙社长啊、哦、所做的对于两岸关系的基本分析，因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其实呢，它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啊、哦，政治系统，再加上它的国家也非常的庞大，所以基本上呢，它定了一个框架底线。 之后呢，他是很难做了一个。 呃，跳跃式的改变的啊、嗯哦，所以说呢，他贯<它>性对，他会这个一贯性是对中国大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习近平他没有理由在这个十九大的时候忽然间非常爆冲或者是跳痛的，在两岸关系上面做任何激进上面的一个表示啊，嗯、那他也没有权利的危机要让他做爆冲或者是跳痛。这这一部分当然有一个原理也很重要，嗯、就是说，你看他昨天整个报告啊，他是一个大国思维啊，他是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是>和平崛起哈、啊，是那么这个重。 这个这个庞大的目标，它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对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台湾没有出现让它不得不出手的理由，哈，<是>它当然不需要。好<是>，这这个这个逻辑我们是懂的了，哈。是这个环境，但是还是我刚刚讲到那个问题，嗯<是>，因为还是有，因为台湾的存在，当然还有一个国际制约的因素，哈，嗯、<哼>所以生存安全不是太大的问题，是现在问题是发展的问题，是。所以说，在基本上就现在来讲的话，你。 对台湾的选择变成是说，你不台独，并不代表立即就是统一。 <对>你这边讲了台独，反而可能会有立即的统一的威胁。到这个嘛，这个逻辑辩证的荒谬，其实是这样。嗯、所以说，我就说嘛，那你们民进党就已经摆明了跟大家讲，你不会台独，你为什么不就放弃台独就好了呢？不用浪费大家所有的力气跟时间，同时让台湾陷陷于这个发展上面的重大困境哦、啊，不过回过头来，还是要继续请教社长哦、啊，那么，所以接下来呢，呃，也有人讲说，好，虽然他现在还不到翻牌的时候，到现在呢，习近平。 他其实筹码比我们多啦，所以说时间站在他那一边哦，但是呢，也有人讲说，那如果国民党继续的颓败下去，那二零二零民进党继续的执政的话。 会不会局势又会不一样？是呃，例如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哈，其实未来的、嗯、三到五年哈是呃，是尽管两岸不会有发生战争的，说风险是很低的哈，很低很低但是呢、嗯、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期哈。<是>你去想看接下来几年啊？时间系上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明年是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嗯、对，二零一九年呢是大陆的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哦、是就是当年叶剑英的叶九条。 那是第一部大陆提出来，也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最主要的一个蓝图。所以，就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是就是一九八九年提出来的哈。那么，呃。 一九年，然后二零二七九年一九七九哎七九年对不起七九年七九年一九七九年的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二零二零是台湾的总统大选，所以您刚刚讲说二零一九年是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四十周年，像这这种时候，北京都一定会有一些动作。就是说一八年的这个台湾的九一选举哈，那么当然它的结果会成为成为北京根据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结构，它做一个判断啊。 然后再来就是一九年，他一定会有一个四十周年的告团同胞书哈<是>，他一定会有一个重要的宣誓或者动作哈、嗯。嗯、然后呢，二零年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对，其实二一年,年就是在选举期间，一九年期对期间，然后二二一年哈是第一个一百年，年哦、中共第一个一百年，对，二二年呢就是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结束，就是二十大。 二十八号，哦、你看这接下来每年哈、啊、都有重要的一个时程哈、啊，所以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都很关键。是，嗯、那么这里面哈、啊，如果说了哈、啊，两岸在我我我从一个叫做战略的角度来推演哈、啊，假如要出现两岸的政治谈判的话，嗯、我认为最可能的时机点哈、啊。 应该是在二零二零年的下半年，新的总统选出来之后，<對>不管是连任还是新的，对，如果是蔡英文连任的话啊、哦，那、嗯、一般来说，第二任因为没有连任的包袱，对、嗯，没有第二任选举的包袱哈<對>，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大的一个作为哈，是，这是一个我们讲的所谓的决策理性的一个考虑了哈。嗯、那对习近平来讲哈，到了这个那个那个阶段，因为刚好已经进入到。 第一个一百年的时间快到，嗯、<哼>那另外呢，他的这个所谓的十九大的这个呃，他的习核心习近平时代哈、啊，也已经完全稳固了哈、啊。嗯、<哼>那么那个是一个时间点哈、啊，嗯、<哼>但是那个时间点要出现哈、啊，也要前面要很多的气氛的营造。嗯，啊，嗯、<哼>那你不能说变成要么就是说好像呃不相往来，嗯、<哼>或者一直都是冷嘲热热热骂这样子啊。嗯、<哼>那当然这个不会有好话的话，就不可能这个气氛啊。嗯,嗯，呃。 如果那样子的话呢，我认为还有一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气氛的营造啊，嗯、<哼>这个气氛的营造的时间点应该是出现在二零一八年的上半年，就是明年的上半年。哦，为什么呢？休息一下，我,<会>我们回来继续请教社长。我是郑丽文，今天节目现场为各位请到旺报社长黄青龙谈一下中共十九大刚讲到了几个未来的时间点啊。那么基本上呢，习近平的谈话里头对于两岸关系。 并没有什么新，并没有什么新的很很突突兀的东西啦，哈，也没有什么梧桐啦，也没有什么统一时间表啦，哈。但是大概就是呃，很正常的讲出和平统一的愿望跟一国两制的这个基本原则、哦。好，那么继续请教黄社长，是说未来几年呢？未来五年呢？每一年都非常的关键啊、哦。那你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时间点是明年上半年啦、啊？为什么？ 呃，我讲的明年上半年不是说马上会有这个所谓的习菜会、菜习会哈、啊，嗯、是而是说两边的关系是这样子。第一个，因为明年上半年呢、啊，从大陆面来说哈、啊，十九大开完到明年的两会啊，嗯、基本上习明习近平时代的所有的。 部署哈、啊，嗯、都已经就位了哈、啊。是，那政策相对会比较稳定啊。是，那从、啊、台湾来讲的话呢，因为明年虽然有选举哈、啊，嗯、但还是一个地方选举，嗯、而且是年底才举行啊。对，好、啊，所以如果明年上半年等于是他两位，比如说他两位三月开完哈、啊，四五、嗯、月的时候啊，嗯、也许就是一个机会。当然，这个东西很牵涉到一个问题啊，因为习近平这一次的这个报告当中啊。 对九二共识哈、哦、是有再次提出来、嗯、<哼>而且把它现现讲得很清楚，是基于一种原则的九二共识啊、哦。嗯哼嗯哼那呃，我们知道蔡总统在从去年五月五二零就职以后啊，嗯、那么呃，这个他是用中华民国宪法哈、啊。 跟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它是对这个一中的问题，它是做一个间接的表述啊。嗯、<哼>那现在呢，呃，习近平再次提出了，他讲的很清楚，只要承认一中哈、啊，嗯、<哼>那么两岸任何不会有任何交流的障碍、啊，什么都好谈就对了啦對。所以呢，呃，有一个有一个这个这个智库的的朋友哈、啊，他认为说有十二个字啊，可以给蔡总统来参考啊。哦，哪十二个字？就是说，你可以讲说，两岸是各有宪法，互不隶属，<對>非国与国。嗯嗯<哼>啊。 这个话要比你直接去讲出这个什么“但是这样的字，大陆大陆来讲，相对来讲会比较可以接受。嗯<哼>，这、啊、因为非国与国嘛，哈，嗯、<哼>这是一个部分的、啊。那我觉得哈、啊，蔡总统在二十六号的这个呃，他的一个演讲哈、啊，嗯、有一点哈、啊，我觉得他的国安幕僚啊，其实一定要注意的哈、啊，嗯、就是习近平在这一次的报告当中特别提到，叫做两岸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就民族主,主义的这一块哈、哦，他谈、嗯、<哼>得很高。一个是当然强调两岸同为民族主,主义哈、哦，嗯、另外一点他也希望台湾要参与到。 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中，哈，那个从一个角度来看，呃，两岸有政治的分歧，哈，甚至国家啦，你是什么什么中国人、的台湾人等等。但是，即使是这么尖锐的政治对立，哈，在台湾的民调显示啊，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否定我是炎黄子孙，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啊。就民族主,主义的这一块，它还是台湾社会比较大的一个共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蔡总统， 也能够注意到对岸有这样的一个召唤，对于所谓的这个民族中华民族的部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假如他能够讲出来说台湾人不会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中缺席，嗯哼，如果能用这样来讲的话，也不错啊我，我觉得很好，也会给大陆、啊、很好的，不的而且并不违反多数人的的一个社会上的认知,認知跟名利 对不对？本来就是，就说刚刚社长讲的这些例子哦，嗯、我也曾经在这个政论节目里面讲到说，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写稿，嗯、因为其半开玩笑啦，但其实是严肃的告诉你说，蔡英文的。 谈话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中国字本来就是很多很多，你要玩起语文游戏来的话，<是>怎么会没有话可以讲呢？有太多话可以讲了，<对>有太多话可以透过你总统的身份来向两岸做一个非常重大的喊话。那你起码让对岸相信说你并没有要往台独的方向走，而且你是很有诚意跟决心，是往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在前进的。 那么你是试图的希望能够拉近两岸的距离，你试图的是能够进行一个更。 健康的一个和平的交流，那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出来。可是你很死板板的，在你上任的时候讲的讲出来那些话之后，你就没有新的东西了，就一直这样子不断的重复，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虽然在呃中共的强大底下，你不敢惹麻烦，可是呢，你心里面其实呢，根本对两岸的问题没有任何的感情，你对两岸问题的怎么样的进一步积极的解决，你也没有兴趣，你心里面就是台独啦，你只是知道说你讲不出来，你不能做，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讲一个。 乖乖的，让对岸没有办法打我们的一篇。 谈话，然后就结束了。事实上，你后面全部都是空的。希望有什么新新策略、新什么、新什么、新什么，全部通通都是空的。其实蔡英文可以做的努力的空间，我觉得在所谓的民进党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底下，慢慢慢慢的去做一些论述，它其实是有空间的。可是我觉得蔡英文都没有做，反而就是说，因为你长期蔡民进党的氛围，让人家觉得说你们一天到晚只会搞那些小。 就是小打小打，小小打小闹都在闹的，都是去中国化，所以更引起对岸的很多的高度的疑虑嘛，跟不放心，那使得两岸的关系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僵，然后非常非常的不好。那这些东西对于台湾来讲，我们是筹码比较弱的一方，对我们当然是比较不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智的，我们是没有筹码去跟人家大声呛瞎的啦。所以说。 其实刚黄社长讲的，就是蔡英文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更多的努力。他不应该说他已经释放了最大的善意，好像说他已经没有事情可以做，他该做的都做完了，他该说的都说完了，剩下就看北京。错，蔡英文有太多空间，太多事情，太多话可以做可以说了。是是我们知道哈、啊，这个蔡总统最大讲叫维持现状哈、啊，嗯、但是我们知道两岸的现状哈、啊、能够维持六十几年哈、啊，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啊。 第一个条件是。 台湾的曾经在某一个阶段相对于大陆的局部政经优势，嗯、<哼>啊，第二个是美国的安全承诺，是现在这两个都发生变化了，是，因为大陆的成长之后，台湾的那个局部优势已经不在了，而且距离越来越远。是，第二个是美国的安全承诺也出现动摇了，<是>因为川普的关系，因为中美实力的消长哈，啊、是，所以你现在要让现状要维持哈、啊，绝对不是用原来的那一套的标准，是，因为事实上那是不现实。 那套标准已经松动了，已经改变了。<是>你如果真的要让现状，那就是一个动态的现状，而<是>、啊、这动态现状就是要与时俱进，嗯、<哼>要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势。比如说，在中美之间，嗯、我们台湾这个跟大陆的地理的接近性，嗯、跟美国的关系，嗯、这个你就要重新来衡量。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大陆的即将要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在未来的这个大概十、啊、十来年的时间哦，可能不到。那你看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啊，嗯、在美国成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之后，都一直维持百分之七十。嗯、这是一个什么？这叫市场的力量。对，这是没办法改变的啊、哦。嗯嗯、这些东西大家都要很深刻的、认真的去思考。 是，所以说刚刚这个黄青龙社长跟我们谈到的，就是说现实已经做了翻天覆地的重大改变了，我们不能够再一成不变的，或者是死守过去冷战时期的一个旧的思维，是没有办法处理跟因应现在两岸关系的一个形势消长的重大变化。那么我们居于小的，我们更应该更灵活、更有弹性、更有智慧啊。所以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持续的来关心十九大后面还有很多重大的讯息，还有最后的接班梯次会不会。 呃，顺利的产应该会了，顺利的产生。那中间呢，还有更多呃值得我们去呃思考跟呃理解的。未来也会继续的请教这个呃黄青龙黄社长哦。那么刚刚讲到这个，因为我们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两岸关系我们都会说等十九大，等十九大，对,对不对？对好，其实不止哦，十九大之后，好，跟台湾有关的还有 APEC，对，马上就要登场了。<对> APEC 我们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对,对不对,对？还有川会。 对，还有十一月八号到十号，马上就是川习会就要登场，所以十九大之后还有很多重大，尤其是川习会，一定会跟两岸关系有关。那他们公开表示的跟私下谈的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一招哎，所以这个蔡英文说什么蔡英文要去夏威夷可能会见川普，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啊？<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后续还有更多更重大，在十九大之后的值得大家关注的，那么中国大陆国力的消长，也是为什么他的这个十九大会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原因。好，谢谢黄青龙社长，谢谢。